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 다자하오, 我是 D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以 Luca、Parita、Asa、Ahyun、Lamin、Dora、Chiquita、Baby Monster 七位成员的出道经历。Luca 出生于日本山口县的 Luca 在2017年以日本爱豆组合西部 City Project 的 Blue Class 小分队出道，同年出演了五月大慈米的 Happy Halloween MV。 2018年 Luca 参加了 YG 娱乐在日本举办的征选赛，成功通过了试镜，成为了练习生。之后在度过六年的练习生生活后，他在选拔 Baby Monster 的生存节目 Last Evolution YG 第一位日本界女爱豆的身份，成功以 Baby Monster 的成员出道了。Parita 出生于泰国的 Parita 在2020年2月29号以参赛者 GI3218 的身份参加了泰国当地的 idol 生存节目 Idol Paradise。 然而该节目尚未播出时，他便退出了比赛，随后参加了 YG 娱乐的全球征选赛。在 YG 娱乐的征选赛， Parita 以1226:1的竞争中脱颖而出，以15岁的年龄通过了试镜，成为 YG 娱乐的练习生。之后在度过四年的练习生生活后，他在 Last Evolution 中共以 Baby Monster 的成员出道了。阿萨出生于日本冲绳，他在小学二年级时就开始梦想成为歌手，开始上舞蹈学院。据说他首次在众人面前表演的舞蹈是 Blubby 的 Very Good。 2017年阿萨参加了日本音乐剧 Ladybird 以童星出道，之后在偶然的机会看到 Blackpink 的 MV 后，对 YG 娱乐的风格产生了兴趣。当时年仅12岁的他于2018年通过了 YG 娱乐在日本举办的征选赛，成为了练习生。在经过约6年的练习生生活后，阿萨参加了 Last Evolution， 而最终成绩是杨贤泽接受了粉丝们的意见，将他纳入出道组。阿萨最终以 Baby Monster 的成员成功出道了。阿勋出生于韩国江原道春川市的阿勋，从小就喜欢跳舞唱歌。为了当上 idol， 他曾在阿拉 dance 舞蹈学院准备过面向各大经纪公司的面试。后来他在2017年通过了 Panana Culture 娱乐的内部选秀第一轮试镜，并于2018年先后通过了 YG 娱乐和 JYP 娱乐的征选赛。2018年年仅11岁的阿勋选择成为了 YG 的练习生。之后在 Last Evolution 中，阿勋在个人任务中翻唱了 Charlie Puth 的 Dangerously， 完美的演唱了后段的高音，引起了全球 K-pop 迷们的关注。然而2023年11月15号， YG 娱乐正式宣布因健康原因， Baby Monster 将以除阿勋之外的六人出道，出道日期也因此暂时延后。因为阿勋是 Baby Monster 出道前拥有最大粉丝群和知名度的成员，所以他推迟出道的消息让粉丝们深感震惊。不过在2024年1月15号，杨贤泽正式宣布了他的回归，并从 Baby Monster 的首张迷你专辑开始，阿勋与其他六位成员重新展开活动了。拉米出生于首尔市，曾以儿童模特活动过。2018年11岁的拉米通过了 YG 娱乐的学院内部试镜，成为了 YG 的练习生。而拉米在成为练习生后才开始学习舞蹈，但在他持续不断的努力下，也曾在乐目评估中获得过第一名，展现了出色的实力。之后拉米在 Last Evolution 中出道了。Lora 出生于韩国江原道，2017年以 Kids Planet 所属的儿童组合 You So Girl 的成员出道，当时使用的艺名是 Yuha， 与 New Jeans 的黑音一同属于该公司。2018年在结束 You So Girl 的活动后，他通过 YG 娱乐的征选赛成为了练习生，之后在 Last Evolution 在一起被淘汰，但杨彦泽听取粉丝们的意见，决定将他们一起带入出道组。就这样 Lora 成功以 Baby Monster 的成员出道了。Chiquita 出生于泰国的 Chiquita， 从6岁开始就学习了演奏长笛，喜爱音乐的 Chiquita 在12岁时加入 YG 娱乐，成为了练习生。在经过两年的练习生生活后，参加了 Last Evolution， 而 Chiquita 在 Last Evolution 中期检测时以初中的实力获得了第二名。然而他的嗓子状态突然恶化，让他感到了困惑，在医院检查结果证实了他感染了新冠，但最终 Chiquita 克服了困难，在 Last Evolution 中以出色的表现成功以 Baby Monster 的忙内出道了。
就这样 ，Baby Monster 在2023年11月27号以首张专辑的主打歌《Better Off》正式出道。出道曲 MB 的24小时点击率达到2259万多，创下了历代 K-pop 组合出道曲 MB 史上24小时点击率最高的记录。半个月后的12月15号 ，MB 的观看次数在18天内超过1亿次，创下了历代 K-pop 组合出道曲 MB 史上最短时间内突破1亿观看的记录，并拿下了当年的新人奖。希望 Baby Monster 继续创造更多惊人的成绩，一直走花路。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拜拜。